几天前，记者拍到 Angelababy 与制片人于正在横店和剧组工作人员大吃日本料理，他分手的传言也被伪证。日前某晚，仍留在横店的 Angelababy 穿着低胸小礼服与助理闺蜜团吃大排档，春色无边，令宅男心动不已。当晚 Angelababy 貌似刚参加完一场活动，她穿着长及脚踝的黑色低胸小礼服，头戴可爱粉色发饰，与三个助理组成的闺蜜团有说有笑地晃进一家大排档。身为电影和广告杂志封面界女神， Angelababy 立马被宅男时刻认出，众人目不转睛地盯着 Baby 的白滑肌肤，却无胆上前搭讪。吃了夜宵后， Baby 和闺蜜团开始压马路六十，他们先是买了两瓶水，随后边走边聚在一堆偷看手机里的小秘密，一小时后才走回宾馆，坐上电梯上楼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，大家好，我是佟大为。